我们是 Mr. Tonica， 今天呢要来教大家很简单的一个节奏组合练习，然后你可以快速的上手。好，一个节奏一个过门，打在很多歌曲里面都很适用。打节奏之前呢，我们一定要先记得右左右左是一个交替打法，很重要，就是我们左撇子右撇子，左撇子打左右左右，右撇子打右左右左。好，第一个动。右手吗？对，左手。好，哒，刺，咚咚，哒刺，节奏叫做咚刺哒刺咚咚哒刺。这个节奏呢，它一定要在你会念完它才会打，就是在打任何节奏的时候，你要先会去唱它。动词大词动动大词动词大动词动大，任何节奏都是你要先练过，你才有办法打出来。我们来快一点 ，One two three go， 动词大词动动大词 ，OK 吗？好，这是右撇子，右手开始，左撇子左手开始。好，然后轻重音一定要分得很干净，才会干干净净，力度好听。Hi-hat 的轻轻的，点到就好。大鼓70%的力量。手放下去，小鼓也是70%。组合练习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一个段落，这个节奏乘以三遍，连续打三遍，5、6、7、8。1、2、3，停下来。第四小节呢，我们放一个过门。扯起来是吧？不然你可以。好，这个过门呢，我们来教大家使用四分音符、八分音符、16分音符的组合，变成一个的过门。有，咚咚哒，四分。对，四分。八分两颗，四分一颗，16分两颗，两个16，两拍。好，16分的大鼓4下。16分的小鼓4下，好，2下大鼓，咚咚，1下小鼓，啊，咚咚咚咚，4下大鼓 ，1、2、3、go， 咚咚咚咚咚咚哒哒哒哒。同时，我们在交替的时候，一样要右左右左的交替，2下右左，1下右手，重新下一拍，4下右左右左，4下右左右左。三个节奏加一个过门 ，1、2、3、go， 1、2、3，过门，砰砰哈，砰砰砰砰哈哈哈哈，一个组合就开始就可以完成了。我们呢要把刚刚的节奏组合套用在《野狼 DISCO》这首歌里面，就是我们最近响应的游戏。左边动一起画成龙，右边跟我画成龙。来左边动一起画成龙，右边。很好玩哦，大家跟我们一起画龙。1、2、3、go。左边动一起画成龙，等右边画成龙。左边动一起画过门。这样会了吗？大家学会了没 ？OK， 如果大家有任何想要问的问题，想学的东西，欢迎订阅、按赞、分享，我们的影片，然后在下方留言。祝大家天天开心，天天快乐。